大家又要小心呢个录影执法位啊！现场咧就系喺呢个银澳路啦，新宝城 seven 对出啦，咁啊有一个装咗一个 cam 啦，即系有个脚架啦，摆咗个 cam 喺度，咁咧佢影紧啲咩咧？嗱，现场就系银澳路啦，新宝城 seven 呢个位，咁啊坑口附喺坑口嗰度嘅，咁啊差佬就会摆咗个 cam 喺度啦，咁估计咧应该系影前面嘅违例泊车，咁啊。7-12红色柱啊，7-12公众假期例外，如果唔系咧系停都唔俾停嘅，咁啊就唔可以喺度泊车嘅，咁就但系现场其实呢个位咧系好多时候都有人泊车嘅，咁啊有机会阻到巴士埋站啦，另一个位咧就系呢度人哋嗰消防通道嚟嘅，不过可能佢唔系好显眼啦，所以大家都唔知啦。其实人哋呢度有个消防通道嘅，有阵时呢啲位都拍埋咧，我又觉得系真系讲唔过去嘅。咁就大家小心啦，咁啊留意一下泊车之前，或者留意一下身边嘅景物啦，有冇人抄牌啦，同埋留意一下会唔会阻到消防通道啦。咁啊，自己自律啲啦，同埋就小心啲啦。咁啊，今次条片就系报道一下，就呢个位就有机会有录影执法嘅情况。咁啊，今次条片去到呢度系咁先啦，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